啊，霆鋒你好，我哋好似好少可喺呢一啲公開場合度見到你。呢幾年係少咗啲嘅。係，同埋最近係咪新戲都演曬過係？拍完㗎啦，而家開始緊剪接工作，即係動作部分。今次拍戲最係咪好多好多動作戲？今次係啊，今次係比我想象中多咗好多倍嘅，其實。係，同埋大家都有見到有某幾幕見到你爆機爆機嗰啲相，大家已經好期待喎。其實那個是那一天是導演突然間說在我們拍那場之前說你那個位置要除衣服即是你未 ready 的其實我未 ready 的其實我爭一個禮拜到但是那排拍的 ending 都算 fit 我就覺得沒所謂了但拍出來的效果你看完之後有沒有滿意仲剪緊，但係我相信會唔錯嘅。個 body， 個 body， 我哋就好滿意啦。嗰日未滿意嘅，係。有冇話即係話有呢套戲都特登喺身形上邊啊，特登粗爆咗自己啊？一定會嘅，因為今次始終係著住香港海關嘅制服，咁我覺得即係要再尊重啲，同埋要檢點啲嘅。